大家好，我是柚子，今天为您介绍的是 ZPBW7060R 与 Android 装置的配对方式。 ZPBW7060R 是款有线无线的两用型键盘，可使用 Micro USB 与电脑连接，此种连线模式不需要安装电池，当使用有线方式与电脑连接时，蓝牙功能也会开启。配对方式如下，按下键盘 FN 加蓝牙二，再按一下键盘，约一秒钟。手机部分开启设定，开启蓝牙，如果搜寻不到，请手动按搜寻装置，此时应该会搜寻到 Zippy Bluetooth Keyboard， 点选该名称即可完成配对的动作。